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回来了。啊、好久没更新了哈、嗯，之前我们有点忙啊、嗯，然后现在伊卡鲁斯终于是正式版了啊、嗯，而且还带中文，这是正式版啊，终于公开了这个前哨站功能哈、啊嗯。就说我们一般探险啊，在这个大地图探险啊，这些区域是有时间限制的啊，嗯、比如这个像六天啊。嗯。但这个前哨站它是一个永久性的区域，而且是属于你个人的一个空间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极端天气等等啊，很安全的一个区域啊。然后就是每个玩家每个账号都会给一个，然后我预购的版本呢哈，它是额外再给了两个，这两个一个是森林区域啊，跟默认的也同样是森林区域，但地形不一样哈。还有这个是雪原区域哈，我们今天进去看一下啊，看什么样。啊，新建一个前哨站。我们现在是在空间站嘛哈、你可以在这选择你带什么装备，就是下雪降落啊，这样你就前期就容易嘛。但是我们现在什么也没有，就一套基本的防护服哈。好、要正在降落哈、这个雪原地区本来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哈、但以这种就是个人地图方式展现的话，他不说威胁几乎没有嘛，是吗？那这个雪原地区是什么样的呢？那应该也会冷吧？对啊，它基本自带一个极端天气啊，雪原地区。哇，白白一片。对，那是鹿是吧？就是雪。还有一些木材，就是一块比较好生存的雪原。好像。啊，温度还是很低，-7度、啊，右上角。哦，好白呀、就是科技升到你有、就是有那些保暖的设备了，你再来这里建造你的雪域庄园之类的。好，我们回去啊，回到那个大地图那个地方。好，那正式开始探险吧。然后它有的现在中文还没有，就是汉化完全啊。然后官方也说了，他们尽快马上会推出更新啊，汉化更新。这个任务简报哈、还没，这个我们任务简报我们得看一下，因为它整个是有一个贯穿着一个庞大的背景故事啊和主线剧情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哈、就是这个主持方啊、这个次任务的主持方是 UDA， 就是联合开发局啊、异星联合开发局是这个争夺。这个异星开发权的几大派系之一啊、一个势力啊，然后区域是森林区域啊，然后任务背景啊，就是根据这个联合开发局的规章制度啊，新的探勘者就是新手们必须得到这片区域啊，展示他们的基本的生存技能啊，这样他们以后才能获得就其他任务的合同啊。任务呢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，就是在这边你生存下来啊就行。然后我在降落啊，左边就是这次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啊，三个任务，但都没有汉化。不过好像官方说现在它不是没有汉化，不是没有汉化，是因为 bug 导致它不显示中文，不显示所有除了英文以外的语言，对，就不是说针对中文。我进去了，突然出现中文了。虽然看起来天堂啊，但是这里的生物可以杀死你。尽快为自己建造个庇护所啊！被火烧房统治的恐惧啊，在这学一下基础知识。你在降落啊？你正在降落。我来了。我正在往你那边过去，顺便采点草。顺便路上，南瓜啊，新的哦，新的水果，好像现在还可以种植了，就我最喜欢的种植系统嘛。好，我到你的这个降落舱这边了。好，看哪里？我们开始。等一下，能不能加入队友什么的？恐怕你也得自己先升级什么技能啊！我可以踢你。你为什么要踢我？不是，我说可以踢你。好啊，你说游戏里踢我，你要踢我一脚，好大的胆子。好，我们先建基础的石镐和石斧还有这些是刚刚养石啊，养石可以装备上啊。我没有养石，我一会儿去拿养石去。
看看啊，还需要石头。哎，这什么油菜吗？啊，胡萝卜。哦，好多呀，哦，我新增了好多东西。嗯，我看好像动物的话还有什么小兔子什么的。哦，果然是正式版哈。嗯，就捡这些东西，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都可以给一点经验哈。嗯，不管做什么都有经验，就这一点挺好。哦，先做石镐就可以敲矿了。而且它这个采矿哈，就是说你可以雕刻啊。嗯，如果你有那个能力的话，嗯，我并没有这个能力。哎，这边这个物理引擎哈，什么的做的挺好，嗯，而且这种采集画面也不错耶。你那卡吗？我这不卡耶。不卡呀。哦，好，感觉它优化了很多哈。嗯。就现在我开的是最高画质哈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们是中等画质吧，应该差不多啊。我都是画质都是极高啊。我得找块养石。视野是110%啊，也开启了光锥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光影表现如何。哦，还有可可，我们还能做咖啡喝。哦，还有茶。嗯，好，我升级了啊。我们。这个啊，这是科技树哈，科技树啊，分为四个阶段啊，嗯。以后你也可以发展成电力哈。嗯。现在我们属于原始人水平啊。嗯。弓箭，我得学。我学篝火。你学上面这些啊，家居家这些这些吧。篝火、睡电，嗯，篝火、睡电，还有灭火装置也得学。刀，我这个基础绷带先学了。好，建造弓箭。然后这个天赋技能，我点那个收集吧，先。我们先都点收集。哦，还有天赋哈。对啊。提升开采的石头量。赶紧。点这个滚石巨星啊！赶紧升到下一级。对。这什么？这怎么有窟窿？就我刚才随便敲了几下，我建那个，我要造铁镐什么的，我就随手敲了两块石头。好，这边喝口水。左下角可以看到那种生存相关的要素哈，嗯，氧气、还有饥饿值和那个饥渴值哈。感觉画面被优化了还是怎么样？好像打起来更舒服了。什么？嗯，做什么咖啡什么这些？哦，天哪，我喜欢。来吧，哦，那烤南瓜，哎，浇灰玉米，哦，各种茶饮哈，嗯，我喜欢做饭的东西变得好多呀，烤胡萝卜啊，嗯，要不然我做饼都要做吐了，嗯，然后再吃一些野果，哦。这样最大体力就挺多啊。他这会儿要拿东西能连箱子一起。兔子。杀了只兔子。然后扒皮。狩猎任务完成了吗？好像也没有吧。那看来得干大的东西啊。小的他不认呢，难道是得杀狼吗？哎，狼，我看到了狼，绷带搓好哈，搓好了，搓了20多个绷带。啊，哎呀，狼，狼怎么了？走，看到了，这养石消耗好快呀。哎，那能打通，好。成功引起狼的注意，我也来。哎，好，哪儿呢？打死了这些暴徒了。好，下次带我一个，我看我能不能完成那个。针叶狼啊，它叫针叶狼，残暴的捕食者，总是成群结队行动啊。还有它的同伙吗？哦，我要没有氧气了，你有氧石吗？哦，我也没了，氧石。哦，我这有，我这之前卡了几个，等会儿。制氧机得做一下吧。
但是现在是没有房顶啊，制氧机啊用不了啊。你过来拿吧，这有7块氧石。不，我去采。我砍树了哈。嗯。下雨天开始行动缓慢了。这个你优先生，这个提供开采石头量嘛，嗯，你一次石头量多，经验就多。哦，那以前开石头，啊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！天哪，完了，我迷失方向了，在树林里。看到我了吗？我看到你那火堆那边了。你看的可能是我放的火。对，你看到我了吗？没有。你不迷失方向了吗？没事吗？没事。我在树林里，哦，我看到你了，你别往那凑了，那块着火了。我现在在这挖防火带呢。嗯，一起一起。这会儿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是因为你跟我说话，我看你的屏幕了。赶紧把地上这些都收了，他们就烧不过来了。嗯。哎，正好可以砍树了。Oh no！ 我刚才是进树林找养石去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养石，我是去找吧。一会儿天亮了吧？天亮了再说。哎呦，现在才12点都还没到呢。天呀，我可能要憋死在这儿。啊，这个黑夜确实有这种危险哈。嗯，没有养食，我要憋死了。哎呀，你来了一堆狼。shit！ 来，我们得一起打。啊！来，我这么黑怎么打呀？没事，拿着火把，你拿着火把。好吧。我这边要没氧气了。啊、来吧，在哪儿呢？没有跟过来。哎，氧气，哎呀，这没想到。所以刚刚你说你去采养石，我以为你会采我的份儿呢。谁想到你就采了几块，然后你就用了就。我去对面这里看看。哎，幸亏我放了把火，要不然在树林里还迷失方向。哦，这我这边找到一个了，我现在采哈。我这边着火着的好严重啊！哎，啊！哦，回到营地了。找我。你往后撤吧，采着多少是多少。怎么中？我怎么？我喝了感染的水。啊，再这样看就没事。哦，我现在回去。哎呀，这个方向是哪儿？你看着火那边。好，我们在萤火那边汇合哈。嗯。灭火的设备应该先做，是不是？我把氧石放进这个最右边。烧的好厉害呀，这，室内全部都是烧。所以明天就，所以我们升完级之后只能盖个简单的小房子了。对了，反正我们走嘛。对呀、啊。我天哪，到处都着了，有点小壮观。他是怎么着到这边？那是你放的吧？左边的火应该是你放的，你看他俩没连上，那边不赖我。啊，好，我们升到5级了啊。嗯，你升到5级了，我还没有。嗯。啊，就是说之前，我们跳过这个茅草房，这个系列哈，直接从这个木质房开始，所以我们省了很多这个技能点哈，木墙、木顶，好，这样的话，基本的这个建筑是可以建了哈，这样我们应该，任务完成了，哦，我们只要学了就行吗？只要学了就行。
啊，那我们在这开采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回去吧。那这什么是值钱的东西啊？矿啊，铁矿之类的，提炼出来的铁矿，我不知道。要不我们先回去一趟看看。对，好，我们这边的任务完成啊，嗯，很快哈，这是因为第一个任务嘛，然后正在就是返回这个动物舱，准备回空间站啊，嗯，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携带一些东西要回去，好像可以哈，嗯，我就装了这些，石头就不用装了吧，啊，我反正有地方嘛，不是，那你过来帮我带点麦子呀，啊，我这边啊，好，那算了啊，好，然后娜娜那边带了一些。我这边皮革、骨头等等，还有麦子哈。我这边有100多个麦子，就这么扔了。哎，不用，哎呀，就下一个漏点就行。好，我们返回至空间站。我先回去的是不是不行啊？我先回去了。嗯，你先点。嗯。啊，我返回轨道将结束此次登录，删除当前所携带物品，奖励将在玩家离开后计算。你无法再次返回。无法再次返回，确认是。你先离开。嗯，我走了。作为主机离开进程时，其他玩家也将断开与精神连接。啊，那我得先等你是吧？嗯，继续。任务完成。好。好，行。好，我也现在回去。嗯。哎，你的画面跟我不一样。因为我是主机版。哈哈。派系任务完成。嗯。啊，就是在这里拿到了什么东西啊？比如说砍伐了250个木头啊，什么木头什么啊，挺好哈，弄的。嗯，好，然后我们看看这个选择角色，嗯，看刚刚携带的物品还在不在哈？嗯，啊，没有。那我们刚刚带的那算什么呀？不知道啊。那我们还争执了一下，有什么意义啊？我还没升到五级，我就想升到五级再回来，但是下雨了，我就来不及了。动物舱后怎么不见了呢？ bug 吧，我感觉是 bug 啊。对，然后我预购的版本哈，它送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像什么叫第一下潜队第一梯队的这个衣服哈。嗯，比起默认的它多了各种组件栏，什么水资源栏等等哈。嗯，好，这个货币怎么拿到？等一下，因为是送的啊，所以是成本是零。嗯，啊，点击制作。我当时嫌不好看，我没要。我现在也很后悔。我还能给你做吗？你能做了送给我吗？不知道。啊，然后下次我就可以。哦，穿上这个下去了。哦，你能送我一件吗？啊，我下次再带一个。 啊，不行。啊，这是个 bug 吧？哎，怎么了？可能他们在要更新。哦。啊。